亮沙同学发文写的什么千篇北影毕业生微博名为阿亮沙的指责，在北影求学期间遭到班主任的父亲性侵，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纷，有人出来证实打抱不平，但毕竟是皮肤汗术，随后北影一句话不存在这种事就给否认了。不过今天事件仍在发酵，有一名阿亮沙同级毕业生也在微博上指控北影的黑幕。5月12日晚，自称是该同学同级学生的 W 发文表示自己曾遭到教授无意送进的钱财敲诈，甚至因此变得神经质。他称阿廖沙所说的话我愿意为他证实。 W 同学表示，不止阿廖沙，包括我在内都受到过以宋静、吴毅、朱正明为首的教授们的侵害。他指责这些教授公报私仇，以扣押毕业证或挂科为由敲诈学生，也经常做出不检点举动。他还表示自己也因此没有拿到毕业证，现在整个人需要吃药来压抑情绪。除此之外，该同学还爆料了文中所述的老师在学校的权力斗争和贪污手会行为，甚至把一考合格证公开在社会上叫卖。他还指出有老师曾多次介绍女同学给领导。该同学强调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假话愿接受法律制裁。同时他也呼吁曾同样受教授迫害过的同学可以一起站出来声援北影阿廖沙被性侵。介绍北影阿廖沙被性侵一事至今仍在发酵，继北影否认此事之后，又一位疑似受害人在微博发声愿意证实阿廖沙所说的。看来北影学生遭性侵一事其中内幕多多，作为学院一方肯定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内幕。5月12日晚，阿廖沙同级同学以账号 at 北电社院11级毕业生发文表示愿意证实阿廖沙所说情况。他还称不止阿廖沙，包括我在内都受到过以宋静、吴毅、朱正明为首的教授们的侵害。他指责这些教授公报私仇，以扣押毕业证或挂科为由敲诈学生，做出不检点举动也时有发生，更强调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假话愿接受法律制裁。鹿晗迪丽热巴强炒 CP 被喷，节目组就转而炒景甜。改名为奔跑吧的跑男第五季已经播出了一个月，热度依旧不减当年。而在 Baby 不在的情况下，节目组就吵起了鹿晗和迪丽热巴这对 CP。 两人亲密互动的片段已经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基本上每期节目播出后，鹿晗和迪丽热巴都会结伴一起出现在热搜之上。比如热巴刚来的时候，所有的成员都送了礼物，但只有鹿晗的任务卡写的是给新来的成员一个拥抱，配上后期领的亮闪闪，再加上一点 BGM， 气氛自然就起来了。在完成任务的环节，你会发现鹿晗给热巴整理头发，热巴遇到情况的时候，鹿晗也会一把护住他。男友力 MAX 到了后面就更加亲密了，有个环节要比男女嘉宾的心跳，鹿晗和迪丽热巴也成了一组，两个人为了让对方心跳加速做出了各种暧昧小动作。不过在节目组刻意的编排之下，各种 bug 也被找出来了。学医的网友表示，一个人的正常心率为60:100，剧烈运动之后有时会到120或者130，这样坐着都能达到160，心脏绝对有问题，大多只见于心脏病患者。鹿晗光是坐着然后心跳到达了160，应该可以直接被120接走了，所以
节目组的这种可疑炒作实在不能忍。更大的 bug 在第四期的奔跑吧水下撕名牌环节，就在热巴与林志玲撕名牌第四轮，镜头一转，本应该是在背着热巴的鹿晗静坐在岸边观战。细心的网友很快就发现这是邓超在担任鹿晗的替身，能隐约看到贴着鹿晗名牌衣服下的另一张名牌写着邓超的名字。网传鹿晗在录制中半月板受伤，几轮剧烈撕名牌后腰部也有伤，不得已到一边休息，所以找邓超替换了一下。而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节目组的声明是在最后一轮水上撕名牌的录制过程中，鹿晗闪了一下腰，在不影响节目进度的情况下，超哥主动帮忙替代，同时鹿晗在场边做了应急处理，短暂修复后马上又上场完成了最后的比赛。看似很敷衍，观众们就更加不愿意买账了。不过这种带着剧本的炒作节目组不会承认， MC 们可是会说实话的。近日郑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鹿晗和热巴就是节目里的一些剪辑呈现出来的效果。而且郑恺也表示，节目就是节目，生活就是生活。郑恺这样的说，可能是因为他也深有体会吧。毕竟在第一季，明全员在现实中两人都是非单身时，节目组还强行将郑恺和 Angelababy 组成周五情侣。但2015年 Baby 和黄教主正式举行了婚礼，所以周五情侣的概念也就不得不被弱化。但有韩版中 Rizzo 成功的周一情侣在前，节目组也绝不会放弃这样圈粉炒话题的好机会。于是在热巴加盟后，组 CP 的任务也就自然落在了他和鹿晗这两位单身小青年的身上。可两人的 CP 感觉本来就不强，观众们对明星 CP 是有些审美疲劳了，节目组吵来吵去更像是长辈的逼婚，实在是没什么亮点。呼前几期在节目中刷粉红的鹿晗与热巴这对周五 CP 一路走来都难逃观众的争议与质疑，更有人因此将新成员热巴黑得体无完肤。或许是为了缓和一下这对官配 CP 带来的尴尬气氛，这一期的节目中，鹿晗身旁的他变成了高冷范儿十足的嘉宾景甜，两人从一开场就温暖满屏的同框画面被许多真爱粉刷屏点赞，称画面干净很般配。也有一些观众继续质疑节目组搞事情，问道是因为热巴被黑得太厉害，所以要捆景甜和鹿晗了吗？当然，节目收视率和话题度的瓶颈也绝不是用炒话题炒 CP 就可以轻易解决的，有这些闲工夫还不如在节目的游戏设置和剪辑上多尝点心呢。至于把明星们组成假想情侣这种炒 CP 固然也有好的例子，比如我们相爱宝姐木被网友奉为约会好教程，也让单身狗的心瞬间被虐成了渣渣。但当节目结束，观众们往往都会被现实给打败。周冬雨余文乐少女和大叔的 CP 搭配，节目中两人充满了爱的互动，叫起床鸡牙膏，半夜爬山看日出，六叔的浪漫招数真是难以招架。而如今节目结束之后，余文乐找到富二代女朋友，周冬雨则忙着跟抖镜头吃烤串滑滑板，两人都走上了人生新阶段，只有宇宙夫妇的粉丝们还在圈地自萌，时不时地回味两人曾经的甜蜜。乔任梁徐璐这对慌张夫妇
在节目里很粉红，但节目外乔任梁却并不愿意被粉丝们每天呼喊着在一起。不仅徐璐的宣传人员被爆开小号黑乔任梁，甚至两人的粉丝之间还因为各种原因撕了起来，闹得十分的不愉快。1001夜中有首民谣，关键句子是两个比一个好。张爱玲的《闫英语录》里有更进一步的诠释，两个头比一个好，在枕上，两个比一个好，在天上，在人间，在床上，在月下，在断背山上，在电影里，两个人才能跳探戈，两个人才有爱慕、冲突、离合、想念。而娱乐圈是最能体现两个比一个好法则的地方，不论是男女、男男、女女，一次看见两个比较划算；不论是朋友、爱人、父女，一次看见两个比较圆满。我们怕孤独，怕人和人之间没有联系，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就格外需要明星帮助完成幻想。不过这种因为节目强行拉完配组成的 CP 不仅会拉低节目的水平，即使被炒的两方的口碑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需要三思而后行。至于粉丝们，也不要太入迷节目组所炒出来的 CP， 毕竟等过了宣传期就会一拍而散了，伤心的还是粉丝了。